好啦，我们不要闹好不好？开头到底是什么鬼啦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要来打的是这个道馆战哦，没错，又轮回到了道馆战。那我们只是一样派出了第一支，对，绝对是怪力。每次我们道馆一打，就是你说第一支一定是怪力，那、啊、没办法啊，第一支幸福蛋啊。不是幸福蛋，就是班吉拉，就是卡比兽，就是那些一般系可以被怪力克制的宝可梦。好啦，这边呢，它 CP 竟然只有1075哦，嗯，蛮低的。啊，那这个够是怎样卡这么久？好啦，哎呦，这么发招这么快，不过还好不痛，这个没闪掉没差。好啦，幸福蛋拜拜。真的还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假的？是直接 KO 掉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暴回龙。那我们换一下雷吉艾斯。对，跟快龙属性几乎是一样的。当初遇到他的时候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来克制他嘞。哦，这边竟然还没死哎、欸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那这只班吉拉嘞？我赏你个暴风雪啦！然后我们再换成我们的怪力。哦呦，这边它咬碎。哎呦！班吉拉竟然也还没死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火一步，应该是有啦。看一下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来换成我们的火翼步啊，来打这个准神兽最有效率的了。也不知道，可能是炎帝之类的，呵呵。因为毕竟一步现在已经可能很少人在用了。哎呦，怪力耶！那我们用怪力来跟他打好了，毕竟我没有带超梦啊，忘记带超梦来了，可恶。好啦，那边呢？哎呦，一个暴力拳，我快被这個怪力 KO 掉了。下一只呢是象牙蛛，磨刀后象牙蛛。OK， 那这边呢？这个怪一样卡很久啊，这个等到不耐烦啊。哎呦，这边怪力挂掉了，好，我们换下一只雷吉艾斯。可能打的没有很多效率，可能打的没效率吧，因为我不是用格斗系去克他。啥死吧！啊，竟然每次为什么每次都剩六七百的？啊，我们再来打第二轮，还有大概四五只左右，我们先补一下这只怪力，好啦。再补一下这些，这个也顺便补一下好了。OK， 上吧。还是把这个挑第一只好了。OK， 毕竟前面那一只幸福蛋已经不见了。OK， 第一只是暴飞龙。那这边呢？轻轻敲几下，它就挂掉了。OK， 再轮到是班吉拉。那这边呢？换成怪力好了，这样打它比较也比较有效率啊。OK， 班吉拉下去吧，乖，下去了。好了，那再下来换巨鲸怪。我不知道这该不该换呢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必换的啦。这边直接赏他一个爆裂拳啊 ，OK， 直接 KO。啊，这边又是轮到怪力，把我的怪力 KO 掉的怪力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好像是象牙蛛把我 KO 的，啊，不管怎样你还是得死，好不好？下去吧。好，我轮到象牙蛛，
就是你，把怪力 KO 掉的怪力，把我给我怪力 KO 掉的响猪啊，说错了。好啦，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，象牙猪。下去下去。哦，提款成功了，这么快啊！好啦，我们赶快换一只，赶快拍一只上去吧。就决定是你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。各位观众，我是贝拉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